呢隻嘢正啊！知唔知睇緊嗰啲生化片嗰啲？而家呢個時節咩海鮮好啊？全家嚟食啊！哇，好多喎！睇睇先啦，睇睇先啦，嗱，今日肥虎过到嚟呢个往期呢边啊，去中山九龙饮翻个早茶啊，顺便做一样我哋广州人最中意嘅饮茶食饭直落。哦，到步到步，满和海鲜城，砌佢砌佢，啊，好旺喎里边都啊，反而出边个海鲜市场冇乜人。诶，咪有饮茶嘅呢度其实？有啊。饮茶啲嘢喺边度噶？我呢个茶打先。好啦，佢加工明码实价写埋俾你喎。好多地方是不寫的、啊、真的是心意的咋。今天是今天先喝了個茶先不心急，看到紅紅火火一來到先喝紅紅火火先，不要理他，非子笑什麼其實蝦餃實要的啦，喝茶喝個鳳爪我們最喜歡的啦，最貴先說了二十多元喝茶，哇正常租了鳳爪排骨上住先，你喝什麼茶啦、啊、有紅茶有綠茶咦熱辣辣，不過蝦餃挺大粒喎，整隻試試佢啦，醬卜卜。佢呢只蝦餃嘅味就真係好傳統，好手工自己整嗰啲喎，即係我哋以前喺啲老字號酒樓食嗰啲味道喎。呢個係咩嚟嘅靚女？裏邊係咩嚟㗎？非子笑咪荔枝嚟咯，唉。我係甜品嚟，原來佢唔係甜㗎。飲只外脆內軟咧，食過啦，外脆內爽呢、這個。我覺得我哋今日喺度拉低咗全場嘅年齡。你叫你好後生啊！你叫你好後生啊！好多嘢食喎，嗱，我哋啱啱飲完茶，慳口咗一陣，佛跳牆喎、啊，兩百幾蚊煲，整個湯飲下好啊！天寒地涷，又整呢個乜嘢？試試佢啦，反正都痛開啦，飲茶飲咁多蝦啦。個古法燒鵝，我整翻嚟先。呢三句話，我覺得佢唔係形容嘅燒鵝嘅，形容嘅我。我覺得佛跳牆。但系呢个人话想食海鲜，有咩海鲜好食啊？大条虾啦，依家鲫鱼都几抵食嘅，好大只噶，一只都有五斤重啊！哇，好大只咁真系。大闸蟹应该都好食，通嘅。有咩油菜好食啊？一道芥兰啦。嫩唔嫩嘅先呢？芥兰都可以。有冇你咁嫩啦？卜卜脆啦。卜卜脆啊！你即系你都卜卜脆。嗯，啱晒。嗯，啱晒。Nice。哇！我哋今日啲嘢都幾紅喎，全部都紅當當。哇！呢、這個好食啊，粉皮，你係咪啊？哇！滴曬汁啊！今日終於唔使食雞啊！食鵝咯，雞鵝鴨一場三寶嘛，皮真係好脆喎，偏甜嘅，可以送多兩碗飯添。呢嚿正豆啊，紅阿姨好力喎，呢煲嘢，小心，真係好足料喎，呢煲嘢咁重，誒攞大阿姨手都震埋喎。有咩喺度啊？呢煲嘢？有鲑鱼，有鲍鱼，海参啊，花鲍。哇，水鱼啊，鲍鱼喎、啊，点解只大莲花咁大只啫，姐姐？有个十几个大只。哇，系喎、啊，大啊！大安全啲啊！呢个嘢好多女仔都咁同我讲嘅，其实大肚咯，大安全啲啊，佢话。喂，碗汤都未搞啊，搞只虾先啊。似有水鱼。啲料啊足嘅啊，包心翅肚样样齐晒，阿哥，嗯，咁啊点样解决大条嘢先？咦？点样玩佢咧？我要放去边度剥咧？我哋需要攞两只碟。小弟我未食过咁样大只嘅大条虾，唔知点剥。肉嚟噶，成个后蟹，个虾降肉啊！啲肉幾正，彈手嘅，鮮甜結實。哎呀，哇！呢條爽皮啊，呢條。食啊！啱啱姐姐剝嘅笑面蟹，食精食精。我今日想食醋喎呢啲。哇！正啊！希望冇痛，希望冇痛。蟹真係始終真係咁樣蒸咁食，我唔知咩炒啊嗰啲咁嘅嘢，簡簡單單幾好。炒嗰啲都係花蟹嚟嘅啫。好，唔該你，八嚿水，飲茶食飯直落，我哋食得多嘢啫，係我哋主要。其實我哋今日呢圍台咁多嘢，真係一家大細嚟食，坐一個上午一個中午都唔係一個問題。個性價比還算可以啦嚇，皮膚探價部唔使行彎路，收隊。
估唔到喺呢个地方会揾到个小朋友系粉丝啊！耶、yeah, ，你几岁啊？七岁。七岁了，你是不是经常看我的视频啊？耶、yeah, ！你觉得靓唔靓仔啊？你开心啲，食得开心啲，食得开心啲。拜拜。拜拜。记得关注我啊！哇！哦哦，等帽子帽子啊！今日肥虎过嚟增城新塘呢边去食牛啊！嗱，牛欢喜、牛杂、牛肉，肥虎都试过啦。今日带你哋试下啲新嘢，试下个牛头，啊、多宝多宝，红运牛庄，睇佢睇佢。我是特意过来吃牛头的，你们这里是有牛头吃是吧？啊，对对对对，我们这边特色招牌就是我们招牌牛头。嗯、啊，老板你们几个人？我们两个人，两个人是吧？啊，小楼小肉，但是我们有六个人的食量。喜欢吃大皮还是不带皮的？应该我们这边有个大皮的，一个不带皮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大皮的牛肉稍微Q 弹 ，Q 弹，这是半边的，半边的牛头哦。两个人的话，其实我们这边可以点个套餐，别的是有498，498的，那就来一个498的套餐就可以了啊。行，好吧，行好。哇，你普通话咁衰嘅，已经系 very good 的啦，我唔系挑战啊，呢个你讲普通话咧，即系全程都要讲，系啊。冇得话不行嘅，嚟干啦！喂，九十八有个牛头宴啦，哇，好多东西啊，有个带皮的牛头，哇，这个好牛鞭汤、牛蛋蛋啊。那我们今天还回不回家？不爱。你好，这个很好，这些开胃小菜都很大盘嘛。你觉不觉得我们出去吃什么东西，这些青菜都是这么小碟、这么小碟的，是这里这么大盘吗？这是爆炒牛蛋，湖北大饼。哦，这个怎么吃啊？要包在那里里面吃吗？哦，不是，不是这样吃的，就是这么惨、哦。我以为你说你喂我吃的。这个真的是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蛋蛋真的很蛋蛋末了，什么都不要想。杀！哇，好香哇、哦！那种口感，我想可能你们想去咬进去的那个时候呢，它是非常有嚼劲的，但是不是软软的，嗯，爽爽的。就是猪润咁啊，对，就是猪肝的那种感觉，那个口感有没有一种好像咬自己的感觉？它是中国披萨，哦，没有馅的，这个真的淡定。为什么叫淡定？不定啊，哎，不会说。嗯，一啲味都冇。嗯，这个东西要一直吃，不能停，一停你就觉得辣了。哇！怎么吃、啊？用口吃的。哇，好大个哦！我完全认不出这个是牛头了，现在。哇，好软烂啊！一拿出来，能不能拿起来？哦哦，帽子帽子，臭鸡佬。拿回去装水喝好啊！够力喎，同你讲。说什么？我是不够力啊！我觉得它那种感觉好像一块很厚的海参，这个牛头皮，头皮，这个看上去就很好吃的感觉了，好有韧劲，很爽。你是想不到它牛皮都可以这么入味哦，这个大头的东西，锯的那么刀只是越小，这个剔骨刀，好一点点了，哎，整体好清晰啊，哇，肉好吃啊。无从下口，我都不知道怎么下口。这个是牛的面具灯，面具灯啊，知不知道什么面具灯啊？面具灯，面具灯，这个位置好像那些包汁一样。哇，这个好吃，你快点吃一个，激情一点，我都要喂你吃这个，很好吃，来试一下啊啊，又好吃。搞了两块牛头呢。都要搞一下这个牛鞭汤。哇，原来咁大个牛头，猪头有冇咁大咧？有种吃内蒙吃的像烤全羊的那种感觉，一块一块剔出来。哇，这样吃好爽哦！嗯，突然觉得我自己好渺小，现在。有史以来，我们可能最难搞定的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投降，我们要举双手投降，举双手投降，六个人左右来吃吧，就差不多。好了，吃个夜宵，喝点小酒，我觉得真的不错。嗯，咁点算啊？一道嘢，你打包，应该你可以吃两三天的。
肥虎探家报，五细行弯路，收队，记得关注我啊！今日肥虎开启呢个快餐系列啦，好多人都想睇我食快餐，今日带你食一间快餐，国货之光，29.9，居然有个双人餐嘅快餐食啦！好，多步多步，华莱士，砌佢砌佢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可以用的吗？现在买就可以用的，是不是？29.9啊，棺材爽到爆，两个三人餐啊！哇，几多嘢？两个煲一个卷，十只鸡肉尖，有鸡块，有地瓜丸，有鸡米花，仲有两杯嘢饮，啱晒我同你啊！但如果我一个人食得晒咁点算啊？我先你个鬼！我真系咁大个仔未食过华莱士喎。嗱，华莱士呢味嘢我熟，我奶家婆同你讲，我叫亲外卖，我都叫华莱士嗰只鸡食，嗰只鸡抵食。外卖系讲紧30多蚊，而家仲有团购搞20几蚊只鸡添，抵到烂啊！真系嗰度嗰只蜜汁手扒鸡，我一个人可以食到佢一只，不如买一只鸡食下都好唔好啊？你食唔食落先？唔系都系你食嘅咩？都得嘅，冇问题。买一只鸡食啊！诶，几多鱼都知我啦。去到边你都唔肯放过只鸡噶嘛？冇一只鸡可以走出肥虎口嘅，同你讲。这里是齐了是吧？哦，还有一个鸡。哦，好多嘢食喎，99.9唔系讲笑啦。我首先分析下讲咩食先啦。让你一手掌握不了的汉堡，呢个就叫做啊两个。跟住就有条好似我咁嘅嘢。你嗰条系咁多嘅啫。咩？3.25元啊！最中意嘅鸡饭，小朋友最爱鸡翼尖十只，鸡翼尖睇波真系啱，慢慢炆，慢慢食。哎，三粒地瓜丸，呢个鸡米花，嗱，唔好谂佢点样食，一只手揸包，一只手揸住嚿麻辣鸡。我成日想食嗰只鸡，呢个汉堡包我真系第一次食，又几好食喎！黑椒味，好似茄酱咁。我唔使冷嘢嘅，就咁食得噶。呢个咩包嚟？麻辣鸡。嗯，你错啦，冇麻辣鸡喺呢度，我定唔退鸡佢汉堡。唔系食麦当劳中华啦，我哋国货嚟嘅。我曾经睇过一个视频，讲佢咧啲包皮又软嘅，而家即吞叉硬净嘅，好靓嘅。第二个。讲佢啲菜黄嘅，点啊仲六个头顶咁冇啊？点黄啊？跟住话啲鸡肉好细块嘅，你睇咁大块啊！嗱，真系自己行入嚟食噶咋？不过讲唔讲？呢个品质好少少，系真嘅。好唔好食鸡胸？好食喎！咩味噶？啲孜然粉味咯，嘢。不过讲唔讲，你如果真系睇波，我哋抡呢啲好过食薯条啊！只鸡都嚟埋啦。嗯，呢只鸡啊，你未食过，你唔识嘅，我教你。一上去嗱声剪开先，好捻热鸡咁啊，捻烟。呢只鸡我独手啊，好香，系冇香。我发疯历史啊！出埋碌嘢差唔多啦。呢个动作要侧面，俾落个口度，跟住帮你打个马赛克。嗯，佢有银镜咬落去，好金嚼啊！啲包皮靓，包皮啊！你嗰啲包皮，我啲饼皮，仲有包皮靓啦。哇，好热啊！佢真系好多汁水噶呢个。以前咧喺屋企真系一个人冇嘢食，唔知食乜嘅情况下，就叫只依啲鸡食。如果仲平咗啊！我觉得呢个套餐有啲缺陷，好条条。啲可乐唔够啊，两啖冇啫。我只想问个问题，食呢啲鬼佬快餐咧，有冇牙签用？诶，咁你系错啦，呢个唔系鬼佬快餐嚟嘅。问下佢先，睇下冇先。没有牙签。哦，没有啊，谢谢你。我讲而家我哋啲国货真系做得越嚟越好啦，呢啲咁嘅良心价钱可以食饱到我哋两个大肥佬，所以绝对一件好事嚟嘅。肥虎探家报，唔使行弯路，记得关注我啊！呢啲肉真系唔系讲笑，睇到都已经好想食，食个烧肉咁啊！你觉唔觉啊？嗱，喺廣州食羊肉煲咧，嗰幾間出名嘅就大家都應該知道噶啦。所以今日肥虎嚟到西門口呢邊，揾一間傳統嘅廣州做法嘅羊肉煲去俾大家去試試佢。我嗰問我哋有咩賣啊？有咩賣啊？賣身咯。佢問我幾百斤賣唔賣咁。
多煲多煲，易少羊肉雞煲，砌佢砌佢。你幫我點？我食好多嘢嘅喎。呢个清汤，呢、這个红焖，两个口味。嗱，我哋就分部位卖嘅，分部位卖嘅。系啊，嗱，呢个咧就系、是，呢、這个系带骨嘅，呢、這个咧就冇骨嘅。咁啊，我哋呢个咧叫做黑金腩嘅。黑金腩系啦，不如你一煲我一煲啦，好唔好？咁呢啲系点样计算啊？点样放？点样放入去？嗱，我哋咧就两斤起嘅，咁你就可以交叉部位。交叉部位，交叉部位点交叉法？一斤腩搭一斤排清汤，咁啊红焖咧就系啲特色嚟嘅。啊，羊蹄夹颈，就红焖乳夹啊，系啊，生炸嘅，生炸嘅。我煲未得之前先食咗先。哦，即系开胃小菜。系，好就咁。佢啲腐嘢啲柠檬草嗰度啊，香好多，自己调过嘅。系蚊嘅红蚊个底，哦，呢个辣椒酱，好辣嘅，啲嘢啱晒，我喺美国嘅呢排，未得噶，试下听先，偷偷地偷步，喂，冇嘢，系咩？呢啲系靴啦，啊，呢啲就系颈啦，颈位啦，哇，呢啲香喎，呢啲正啊，呢啲，我哋做羊都系广东三件宝齐晒啦。陈皮老干鹅肝草，鹅肝草，嗯，哎哟，仲要整只鸽啊？梗系啦，餐前小食咁啊，呢啲叫做。好多汁喎，呢只鸽。近期食过咁多只乳鸽，呢只系一路排喺前，条皮做得好脆，松化嘅，烧出嚟都仲有汁噶，呢个真系正。喂。哇！未見到啲咁滑嘅鴿嘅，其實我哇，羊頸、羊香，我呢個係腩，放未放得落去自己。O K， 幾時落啊？呢個係呢個滾喺個湯度滾起先落。啊，下邊個蟹嚟嘅。哇！佢食唔食得曬？嚇！幾日嘅戰鬥力啊！焗住焗住，你知唔知？其實佢咁樣搭配幾好，我覺得呢個醬咧應該係比較濃味少少嘅，就攞嚟慢慢燜下啲骨，慢慢啜下啲味。係啲腩真係好靚。係啊，佢用鵝肝草彈過嘅，啱啱問過佢，所以啲顏色佢唔會係均勻，佢真係攞火嚟彈。哦，啊嗱，其實羊香呢啲筋啊正啊，哇，滿滿嘅骨膠原。嗱，佢而家呢個口感咧，其實就好啱我哋呢、這個，我自己好啱嘅。偏向爽喎，硬硬地有啲嚼勁嗰種，唔會話好腍。再滾耐啲咧就會腍噶啦呢啲。我聽唔聽我咬佢嗰啲實質嘅，好迷人喎！嗰啲做聲音而家。肉呢啲肉真係唔係講笑，睇到都已經好想食，成個燒肉咁啊！你覺唔覺啊？聽聽佢。廣州人食羊肉咧冇可能冇富裕，有同你講。我老闆話四十年㗎呢個真。老豆全仔仔全仔，一二十，哇！試試個湯頭先，羊肉湯我今年真係第一次飲，我已經諗咗成個月想飲嘅。系啊，你食唔到佢啦。佢辣唔紧要啊，仲不断要你嚼下个人啊。所以咧，其实我觉得咧，有时食羊咧喺广州唔好话净系食嚟食去嗰几间老字号，可以尝试一下喺啲老城区里边嘅一啲土葬小店，我觉得都好值得试一试佢哋呢啲做法嘅。肥宝探价部唔使行弯路，记得关注我啊。肥呢个正啊！我得唔忘記食飯喎，係咩？唔緊要咩？今日肥虎過到嚟白雲區樂嘉路呢邊啦，樂嘉路呢邊乜嘢多？潮汕嘢最多，
今日肥寶又帶嚟呢邊食一間潮汕嘅鵝肉店，喺呢邊口碑真係十分之咁好嘅。好，到步到步，潮汕永基鵝肉店，砌佢砌佢。點樣點菜嘅？點菜看點。哦，看點。嗯。這些生煙啊？什麼魚啊？這些？你要煎噶嘛？啊。煎嘅金鐘黃花絲、紅山魚都可以。算啦，佢唔食魚。啲鵝係點賣嘅？兩個人食。喺度食。喺度食。咁啊，整份鵝啦，肯定要啦。我又嚟咗啲肉醬啊！喜歡吃什麼就點什麼。哦，喜歡吃什麼就點。都要麻魚，個豬手嚟嘅。呢個咯。我食啲乜嘢？一個豬手。啊。一個酸菜。這個是什麼東西啊？那個土豆糕。哦，土。那個要炸的。是。炸的是什麼？鲜鸡粥。哇。谢谢啊，很能吃的他，都是他的，都是啊，很能吃的。都唔忘记吃饭嘛，系咩？唔紧要，都去汕头嗰啲咪系咁嘅嘢噶，好好厚粥底嗰啲嚟嘅。其实呢啲系米饭煲嘅。嗯，哇，呢个好中毒啊，但唔系好咸咯。呢个好肥，咁今啲我喺呢边啊，真系算靓仔噶啦，做到。嗯，呢个系好对嘅，佢冇我哋喺汕头食嗰啲汁咁结啊，呢个汁会稀啲。一啲什么酱嚟嘅？辣椒酱。几钱一份你知唔知啊？唔知啊，求你啊。啊，大胆咪知咯。哇，好咸啊！好咸啊！好好食。屌，佢啖冇咗碗粥咯。一个芋头，一个系薯仔，廿个辣椒酱嘅。通常黃色嘅都好辣嘅喎，你頭先同我講好似好辣咁嘅，一直都唔出聲好嚇，都夠喂，唔好話喎，咁黃色幾辣椒醬，咁好大一嚿肉外邊脆裏面黏黏地咁樣，我哋好似幾日未食過嘢咁，人就見到我哋嘅，你啊，一嚟就幾廿碗嘢俾我哋，食吧，咁啊食就好鹹啊。哎，麻葉好像不是很合味的嘛，鹹啊，那個夾那些都又我又不會很苦啊，慢慢一按封開的，這個真的是滑滑的，這個鹹米這些就沒那麼流，哇，鹽炒的腥菜真还有几多菜啊？咁怎么听出来？芹菜要炒的还是现炒的？炒的。炒的通菜、现炒白菜。通菜。炒个通菜。啊。靓到。其实喺乐家路呢边啊，唔好话乐家路，其实成个三元里，好多都系潮汕人聚居嘅呢边，做批发啊嗰啲啊。今日批发。呢两嚿正，可能多出嚿汗就好啦。嗯。咁大嘢啊！好嘢，我覺得脆脆地、韌韌地。有幾斤啊？呢啲六斤零七斤嘢啊？繼續啊！即係咬教啊！見到呢支嘢，戰鬥力又回升一大倍。肉啊，骨嚟噶，屌你乜白骨啫，个全部都，咁唔系肉啊，啲咁多啲肉嘅，你唔想吞啲骨？依排105，哦，就我40，嗯，呢四个加埋我哋饭堂粥加埋65，咁即系唔系都10多蚊个啫嘛，咁你见点解咁多人过嚟食中午饭啦，过嚟食宵夜啦，抵食啊嘛，因为呢啲真系，肥虎探价博唔想行蚊啊，记得关注我啊。咬下我呢嚿咩嚟嘅啫，其实唔知淋嗲嗲嘅喎呢嚿，你试下咩嚟嘅？留开度，我出边淋，但系入边好硬，我成嚿淋嗲嗲嘅喎。哥哥哥哥，我想问一下大夫山附近有啲咩嘢好食啊？嗱，今日肥寶过嚟大夫山呢边揾嘢食啊！好多人话大夫山玩完之后唔知去边度食嘢，今日揾到间正嘢过嚟，带你哋去试试佢。好，到步到步，朱玉荣乡下农家厨房，砌佢砌佢。我见到阿荣啊，你能力挥手啦。咩嚟噶呢啲豆皮啊？哦，豆腐西施哦，那你就是豆腐西施咯。两位唔该，两位里边有位啊，好啊。喂，呢度啲环境啊，真系啲园林喎，你啊，好多粟米啊。系咯，我谂住有啲仪式感，有咩
哇，系，咦，呢个菜牌醫頸椎病嘅喎，睇睇先啊。我見到你個面具喎，係咩？你個面具啊，三寶炸鴨煲啊，係啊，牛鴨煲，同埋嗰個水煮大鰻魚啦。我整個三品黃鍋煲俾我。三品黃牛花膠。係啦係啦，牛花膠蒸雞好食係嘛？甲水蒸龍加雞係。係啦，整嘢炸甲水蒸龍加雞添。呢煲係咩湯嚟㗎？哦，今日整扎可樂俾你飲，唔會黑啤嚟㗎係嘛？嗯。好香，你一定唔中意飲。有支旗嘅喎，係有支旗嘅喎。你啲雞汁仲飯撈飯醬啊，蒸雞係咁噶啦，好靚啊，又係有毛喎，啲肉質幾靚。啱啱見到啲狗好似幾靚，望望你，打扮你得，有冇彈開出嚟咁啊？哦，我哋個煲嚟啦，一煲嚟完又咪一煲。翻工，佢未滾啊？我知，我望一望佢裏邊啫。呢個牛皮咯，板筋。鴨血，呢個是鴨雜，跟住咧就半隻鴨，整個雞食先。啱啱夾起咗呢嚿嘅啦，呢嚿雞走甩咗好多次，好正。我唔想染佢，見個雞汁好靚，啲雞肉好爽好食，雞皮好爽，同埋咧已經好入味啦。佢已經一入口嗰種雞油嗰種甘香，成個口都係啊。蒸雞咧，佢又做唔到白切雞嗰種滑嗰種感覺嘅，但係佢咧佢又唔會鹹，佢係爽咬落去，好有嚼有勁。你意思係咩話？你也不知道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再关灯，再等一下啦。哦，啖汤正喎，整只碗嚟饮翻啖啊！滚！唔好喎，好好饮嘅喎，好暖胃喎，冇咁冻喎个人。秋冬天食呢啲啊，滋补啊食下。好大嚿啊！呢个叫山泉水鸭啊，跟住有鸭血、牛皮。牛皮燈籠啊，點極都唔明啊！呢啲啊，牛花膠其實就係佢所謂嘅牛板筋，鴨疹啊，唔係鵝疹，講錯鴨嚟嘅啫，淋湯少少啦。你係諗唔到佢咧，你睇佢好似好啲水咁樣咧，但你咬落個口度咧，好膠口喎。哇！你睇，咁妙，啊估唔到牛皮係咁薄嘅啫喎，好膠口啊！我哋飲湯嗰啲膠口就依度出嚟，我覺得。哇！一夾夾俾個鴨髀喎，佢真係一啲都唔老啊！咬落口，佢啲牛花膠，都好似花膠喎。佢牛板筋，佢切牛雜咪成日有牛板筋咯，只不過切到好細塊啫嘛。我原先咧，我想咬斷俾你睇嘅，啱唔啱？因為我哋食牛雜嗰種感覺，哇！嗰種口感，我哋呢圍俾個名佢叫做雞同鴨講，雞同鴨講。我最中意嘅笋，四川火锅最中意食鸭血啦，但系喺我哋粤菜里边好少咁样打边炉食咗佢，夹个辣椒。可能呢个啊要啲汤啊煲到入晒只鸭味啊正。哇，整嚿靓嘢俾你哋啫，食呢嚿啊，呢嚿唔食，呢个炒菜正，呢个炒菜正，第一个睇佢炒菜嘢炖到烂晒，呢啲好食，好好食。試下我呢嚿咩嚟嘅啫？其實唔知啊，淋嗲嗲嘅喎呢嚿，你試下咩嚟嘅？留放喺度。我出邊淋，但係入邊好硬。我成嚿淋嗲嗲嘅喎，你睇下啦。試下啦，試下先。嗲嗲嘅，你試下。節瓜嚟嘅，呢個咪寫長壽果咯。係啊。呢只雞要打包，打包埋啲汁，今晚翻去炒菜，200多元啊！有雞又有鴨食，成餐雞同鴨講，呢啲咁嘅冬天過嚟炖下寶真係爽到冇人有啊！皮膚探價目，唔使行彎路，記得關注我啊！